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，美方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，在干着侵犯中国主权的勾当，而台湾的蔡英文之流，抱着美国的粗腿不放，背弃民族大义，这些倒行逆施啊，根本改变不了一个中国的国际共识。 也根本改变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势，玩火者绝对没有好下场，犯我中华者必将受到惩处。